Mais?团我满月你今天请假你又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事了那我今天不打 boss 了哦不想说我东西都盖好了你又请假？来，你说你怎么了？我赖你哦，靠腰我赖坏掉了。哦，这么严重哦？好吧，哎、欸、呀、啊，我今天打，那你不在的话，舅舅应该不会玩吧？好吧，那我开到十点了，我自己玩自己。你 Q A Q 什么？我想改攻击了哎、欸，如果既然那么容易死的话，那我干脆舍弃。你心碎什么东西？还是你现在给我上线，我们来打。我平台都盖好了哎、欸。那时候其实打机械伤完最简单的就是那个蠕虫啊，蠕虫是最好打的。因为我去挑战眼球王，我们真的也是疯了，你知道吗？然后眼球王是偏难打的，最难是骷髅嘛。然后蠕虫其实是最好打，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也心碎了啦，没事啦，没事啦，爱会消失。是改暴击呀。晚安，晚上好，晚上好。不是啊，我们可以打没关系，只是打了之后他不会再出那个随机事件出来。没事啊，今天没有想要开太晚。这个是我们要打机械王的位置。我已经架好了，就这个位置了。好，剩下的等那个，等，还有谁上？如果啾啾今天也不上的话，我就找其他东西玩了。哎。因为下午今天电脑是关机的状态，所以 LINE 没有及时显示。看我头上的鸟鸟，这个去工作坊载的。然后之前不是在菜渣伺服器玩一位叫蓝莓的吗？那时候发现他在那个 Twitch 还在直播，就去看他头上那只鸟，他就说很可爱，对不对？我说当然很可爱。然后就说是在那个工作坊有。就跑去宰了。日什么时啦？我日你个头啊！日。
我日你的！哦。出来吧，妹妹！我日死那么频繁啊！等一下哦，阿茄，你进来，第一期再跟我说哈。大概十分钟，好。算了，我们留在这就好。哎呦，对不起。哎、欸，小鱼，你日晷放哪？屋顶吗？哇，你放这个位置哦！哇哦，那不就是要拼命的冲出去点这个？冒着生命危险出去死，好哎、欸。我们度过了一天，晒啦！小鱼，请问这个发生的概率有多高？还好我是日食接月日那个日食接血月加日食，啊！我妈呀！哦，黑肠子是一个机械蠕虫，啊，我们俗称叫黑肠子。两次日食，不多不少。两次生日时和、哦、生日时，哦，硬肠子哦，对对，讲错了，对不起，那我改一下，硬肠。好，感谢，硬肠子，你好强，我不要，我想要去盖设施，然后盖设施哦，然后我们家这边呢、啊，这边神圣地形又没有整好啦，所以我本来打算想说去整一下神圣地形的，因为这边漏掉了，挡出去了，这边都神圣地形啊。我在想，那也还没一口。你就叫铁肠子，
硬肠子好像怪怪的，没有是真的啊，硬又硬又长又直啊。啊，算了，这段时间我们去做其他事情好了。商店。我们去我们来打那个啥混沌法杖，要一直移动是不是？有，我这次有记下来了。以前是不用移动啊，以前不用移动就会生了哎、欸。抹神脊椎谁？哎呦！这边有放那个吗？有放小矮人呢、欸？我去拿一下。怪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有时候附近都会生混沌精？然后等到真的要盖好了之后，就发现都不生，生在隔壁区。我其实没有想到我这次会想要再玩召唤，因为之前觉得皮鞭太吵了，而现在皮鞭用起来好爽。要把这边刮掉。附近有八个敌人，完蛋了！要清一下、欸。那有木乃伊？有沙子吗？当然啦、啊，好烦哦！你看，这就是这边生怪没压制好，哎。有个敌人。
那个法杖几率真的是有够低的，我知道啊，我在旧的世界刷到很多很多法，2%嘛，可是几率只是几率而已啊，会不会掉也是要看运气的啊。先跟一个朋友叫狼儿玩，他才打三把，他才打三只就掉了。我说：“哎、欸，你打到了哎、欸。”他说：“对啊，你要吗？给你啊。”我说：“这超难打的哎、欸。”他说：“那给你啊。”然后那时候就拿到了这生命中第一把混沌法杖。那时候很开心哎、欸，我超开心的、欸，我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欸，我真的像个孩子一样的。怎样的呢？因为有那个，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做隔离区，有的没的，方便很多。哦，金群，好久不见！金群安安，哎、欸，我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出现啊，一场意外。哎、欸，美丽的意外，没事。就我之前玩希望也是啊，我想说，哦，所以什么红宝石很贵哦，我不知道哎、欸，然后就傻傻被我朋友忽悠过去。然后之后真的知道它的价值之后就再也打不到了。那时候玩希望很低等很低等就刷到红宝石。冥符你看又打到了。是不是又可以拿来卖了？哎、欸，我一直叫你阿切，你会不开心啊，阿七？你想说最近玩都叫阿切，阿切，阿切，哎呦喂！阿切，你手段的阿切啊！你会不开心，那我也没办法。我这个人就那么鸡掰，嗯，来稍微整理一下那些年错过的阿切，那些年错过的。哎呦呀！哎呦呀！阿七没有，应该打那个 “che” 念不出来啊，那个是有点奇怪的音。阿 “che”， 我想说最近的音就是“切”了啊。我们欧北乱叫，噔噔噔噔噔噔噔，好，这边吧，这边再改一下位置。黑月早安，
这边怎么还会升？是这个吗？可是地理就是会生这种骷髅怪。地嘞，进攻了，进攻！神圣钥匙一把。哦，还是会升其他的欸，那没救了。我最近如果早上没开的话，就是温度太热。很像今天这两天啊，这两天真的是其实偏很热。我昨天就是在犹豫是要开还是不开的情况下，就不小心把地震完。哦，晚上了，晚上了，我们可以出去地表了。好啦，看来这边又无缘啦。又没刷到，又没刷到。好，存一存。看这些做的东西做一做卖掉就一大堆钱。哎、欸、没火没引火哎、欸、傻眼儿。好的回家。那这个打开。好想要这个海盗船去刷，你可以开一张自己的困难地图刷。不过建议真的是建议啦，如果你要玩困，你吧，你只要玩一只账号的，你就玩那只账号就好，不要再带进去你们那个西敏的那间世界了。你看，其实你们有些人已经按耐不住寂寞跑去，不是自己都刷吗？对吧？你要知道，有时候这样子。你看有些人进度不一致，这样玩起来真的是很不好。你可以有啊，你就是以开真的是开一个账号，一只角色重新开始。很小。其实有很多飞行坐骑啦。这是其中一只嘛，可以滞留很久的。就应该说不会掉。然后还有。还有就是海盗船，目前好像这两只坐骑吧，可以撑比较久的。哇，这么高有鸟。那这边好。再过来一点。我摸
在你的身对啊，快点端哟！他就穿了金金装啊，那时候看到他有残影就知道他已经越很多级了哎、欸。这里好，然后这边本来是我那时候在抓刷黑暗，又黑暗护黑暗碎片吧，还叫啥的，在这边盖了这个。我妈头加入，好诶、欸，嗯，喂，嗨，嗨，就开到10点就好了吧？到10点了，好啊。嗯，小鱼没有来，你很寂寞。没有，不知道干什么啊？因为其实。那只王可打可不打，BOSS 没在打，看着看你们在打，继续整地啊！你可以整啊，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啊。但你还是不要整好了。那我高度那些不知道，你确定吗？那我就说你还是不要整好了。好啊，好啊，都这样啊。好啊，那我就打杂啦。你要打什么杂？你要干嘛？我去钓，多钓点鸡面鱼啦。多钓些镜面鱼，没问题。金金好过分，就其实讲难很难要进度平衡啊，你进度要平衡是大家真的讲好说，今天就是，好，因为其实也很难，因为你们找不到一个可以持续开伺服器的人。那今天找不到开伺服器的人，你就很难做到。就是今天有人想玩，但找不到。有说大事情，对啊，所以看像西敏没有开伺服器，是不是就有人无聊了？无聊就可能跟克洛一样开个地图是狂挖矿，像马同学或是怪人就会想要打王。可这样的前提就是你们就是开这伺服器专门用的角色就好了。那这样的前提就是你们就是有些什么神装带不过来还是怎样？61个，今天任务的鱼你有钓吗？没有，我没来管任务了。好吧，请忙不完，管什么任务？那我帮你带回去。不用。好吧，你带，我再赶回去弄。怎么你杀了兔兔？要等这个世界重开大师，只是真的要确定你们会舍得重开、欸，因为会开始就不习惯走路这么慢啊，一大堆有的没的。你就想象一下，现在你把鞋子脱掉，
那些东西拔掉的感觉。然后当时小鱼每次跟我玩的时候，他也都是真的全部从头开始来。鱼我丢出去了。在上面，右手边。红岩钓钩。先要死水。你们是打算先过一次经验再去挑战大师？可以啊，其实一开始我是这样想，但是觉得，也是可以啦，可能大师会就会劝退你们了吧。看看我一开始就被带来打大师级，你要想，他们是一群全部不会玩的人，我们这边至少还有你。你爸现在裸装去打一只史莱姆看看，我不要，对啊，我会死了，我不要，你别哭，在哭，我没有在哭啊。我多钓几条蜂蜜鱼好了，都没有了。你知道现在可以酿到更高的药水了吗？可以了吗？那我蜂蜜鱼还要钓吗？你可以钓自己吃啊。更高是多少？200？150。那蛮高的。现在150是要打那个神圣宝箱怪或那个血腥宝箱怪，可以刷。都要宝箱怪啊？对啊。能自己酿造吗？我看一下。可以啊，就做药匙啊。你就拿光明之魂或黑暗之魂自己去刷。哦。那我不要掉蜂蜜鱼。谁说头上是鸡？鹦鹉啦。哦，呆呆鱼，欧利安安，那这只鹦鹉，它会打哈欠，会钻，我觉得好可爱。它，然后就刚刚花了一点时间去研究说，怎样让它动啊？它还有别的吗？有兔子吗？没有，目前看到就只有这个。有兔子，我还会放鹦鹉。你会两只都一起放？像阿七，他今天说不磕红耳机，他觉得还。我说那是因为你们是很后期才进来玩，不知道红耳机。红耳机很好看啊。那再来是，我觉得是那个。因为彩虹日快到了，对吧？彩虹日快到，所以他才会想说啊，反正红之后会用彩虹耳机，你们红耳机看你们要戴哪一个一条啊？这是 我应该会选择戴红耳机啊，红耳机比较好看。你确定？应该啦，应该啦。对啊，我是目前觉得红耳机很可爱啊。有金色的是阿斯，金色阿斯，木乃伊把口了。
然后想一下，该，是这一个，这一个，这个地方是钓得到金面鱼吗？地底，要洞穴。家里捡到两块钱，这盖什么？作弊设施，哦，因为打不赢，就用可以打赢的方式打。因为那时候你们都不在，我就开台不知道干嘛。就打一次那个，想要试试看吧，啊，应该打得赢。不行，被教怎么做人。把宝石丢上去吗？对啊，打不赢啊。你要试试看大师难度，你进来。血量加 75%， 伤害也有微微增加，不是也微大幅增加。那再加上有玩家进来的话，血量会再增加。今天不是打不赢的问题，是打不死的问题。等下要多做测试。完蛋了！需要我帮你吗？你要怎么帮？这变成沙漠地形哎、欸，你要怎么帮？我也不知道。我在帮小鱼钓他的金面鱼。不是，重点不知道怎么的啊，介绍一下。哦，好好好，这边如果还是，沙漠就好。感觉在高哎、欸，会被打到、欸。再高就。就要被龙打了。哇塞，瞧瞧这是谁？是 HTT。哇，要是江江能像你一样这么有心就好了。哎呀，是博士对不对？像这样这种话。骂几骂？你确诊了，确诊加油！你说这种话吗？没事啦，那、啊、你现在也是隔离三天啊？七天吗？一天，隔离只要一天，七天。阿奇，我说七啊。阿奇啊。啊，你确诊了，那。怎么了？确诊了，然后呢？没有啊，那江江嘞？七天，我这七天都可以陪你哦。哇，你认真？这七天不就应该好好休息吗？
隔离在家也没什么事做，也不知道做什么。打魔物猎人啊，他也是在打魔物猎人啊，所以他说七天都陪你打魔物猎人呢、啊。哎、欸，对了，佩佩不是买新的电脑了吗？今天？对啊。他说他犹豫要不要打买魔物猎人。他再想一下。对他，他再想一下。因为我刚才讲，你买魔物猎人主城是要1400，最近又有 DLC 要1000几啊。对啊。总共3000多。可以送给他。啊，我最近没什么钱呢，你确定？嗯。对啊，番茄可以送给他。等一下，你就这么确定呢、啊？嗯，应该吧。你是番茄，可是我也有金钱上的限制啊，也不是说限制啊。老讲嘛。哦，靠腰啊，刮痧城堡，等一下、哦。最近还要再花费一些东西啊。还要花在你身上，先生。我的天哪、啊！现在是在怪我了哦！我哪敢怪你啊？请问现在刚刚那句是什么？没有啊。白色的鱼我可以直接卖掉，对吧？卖啊。就蓝色留一留就好了。嗯。白色也可以做成那种比较小的吃的啦。可是如果蓝色够多的话，也不用做到白色啦。蓝色怎么可能不够？怎么够多？死一次就要吃一口了哎、欸。所以我今天就等下打个 boss， 你们蓝色那些鱼钥匙就喝了几口了。我今天就负责钓鱼就好。哎、欸，这什么？哦，装饰物。行踪船装饰物，哦，算了，蛮可爱的啊。你可以放在钓鱼点啊，不要放在家里，家里太多不会卡。我丢在你身上了，加油！看，哎、欸，下去叫什么？没有穿渔夫装，我遇到一个盔甲怪物，还有蠕虫。不要刮风，不要刮风，看不见，看不见。真是蠕虫。嗯，不对哦。哇塞，看不懂，看什么？你的啊？我的？我的什么？你的现在在用的东西啊？不会啊，其实很好懂。那时候也觉得很难，就没去碰，就碰的时候，哎、欸，怎么那么简单？对，现在是在这样。
画面延迟。你现在在铺红石线路哦？对啊。就是那时候怪人，你看一下我现在画面这个，这就是类似活塞，它启动之后就会往后推，往后放。然后你们那时候不是问我说什么自动放什么挖沟鬼东西的吗？就是放这个。啊，那个就是之前讲的那个，它是旧版的产物。可允许从葡萄藤收集葡萄丝，藤蔓丝，好像没什么用的东西。哎呦，打雷！应该可以了吧？你要试试看吗？我来玩，抱着会死的心情来。对啊，看你啊。可以啊，等一下我换个装备。自动放是？对对对啊，就是自动放什么鬼的啊？就那个，就是放这个自动器。动就 buff 上一上，抱着会死的心态。对，知道啊，因为我真的忘记怎么用了，因为那时候是开比较强的角色在实验室那边围剿。好了吗？等一下哦，再卖个东西。水有了蜂蜜与十八个，我再做一个海星，两个海星大餐。哦，对，还有金灯要破，要去挖爱心矿了。很多假的哦。对啊，因为很多打王设施平台都要用爱心灯啊。哦，那我等一下去看看地底下有什么。我地下可以乱发炸弹炸吗？远一点，拜托。会怕、啊？这个平台吗？当然怕，去左边，从左边上来。等一下，去最上面。哦。你勾好它。去最上面啊！切、啊！最上面勾好它。这里，在这边打。哦。好。啊！失败。那我下来喽。好的，没关系，就让他受伤吧。为什么？啊！失败。不要让他死，让他受伤，让他受伤，没关系，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死喽！呀，我要死喽！再偷一点吗？不用，我世界一大堆，我只是想说用挖的。我看一下，我检查一下。哎、欸，你有吸到那个吗？平台？没有哎、欸。平台你没有吸到哦，在我这，对不起。我检查一下哦。我想去开我的世界看一下，下去，对，下去，然后为什么？
过不去。不会，我去看一下我另外世界哦。好，你要进来看也可以啊。不用啊，你看完再直接切回来就好了。你这样切出去我，你一定断啊。实验室开始接手。可是我要放另外一边。哇，这个啊。好，怪了，你想要把佩佩的 IC 矿给我们？两个。多人模式。好了，好，两个，昨天怪人一直想要找我打架，然后嘞，然后我拒绝了，我很害怕。他只敢欺负弱小啊！哇，两个、三个，来试试看。好凶哦！一天就一条鱼，请离开。这渔夫有多凶呢？你拿太多喽！啊，在嫌弃我？这几百啊，多凶！对啊，你外表是个小孩子哦。我切掉。1382嘞，错怪了。1382，7382。你旁边好大一只蚊子。你说葛罗姆？它外表看起来像蚊子，你帮我把那个地方插上火吧。哦，在这里。好，应该可以，测试一下，很屌。关掉，好，再回去一次哦。我上来了。你待着啊？没有啊，我那个随便盖就有啊，这个随便盖就没有。往左边一个，你说旁边位一个是不是？来，我们试试看。不行，我再往左边一个。然后下去，放。好了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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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我吸到水晶座了，好妖啊！直接穿墙啊！没事，我们要有实验精神。这是怎么回事嘞？好，我们还可以的。把我的眼睛，等一下哦。为什么？等一下哦，没事，我是这样子，我们再试一试。我多买几个好了。天哪、啊，找到私啊！因为那时候私下盖的那个就一次就过了。
你先上面等。好。还是一样哎、欸，他蛮打到。下，还是这边不行？看一下。啊、你打快点嘛！下雨喽，下雨喽！哼，蛮好笑的啦。嗯，我被什么东西打？子规，等一下哦，四格两格，没错啊，还是这边不可以，这样子，来再去试一次，哦，跑到上面去了。好的，开始放喽。他们真的要摔下去了。哈哈，他们会飞上来。好的哦。真的。太扯了，太扯了，太扯了，太扯了！等一下，不对哦，不对哦，等一下哦。好，嗯，还有哪边可以调？因为那时候不想盖地表，是因为太丑了，还是太高了。上面，嗯，好，我大概知道，好像太高了。然后，那主要也是要打我玩家吧，对吧、啊？所以我应该下去吗？因为再下来一点点，他上去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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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勾那边很危险吗？不过等一下，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调调调好，可以了。幽灵会飞，因为他们找不到那个，你看到他变成半透明幽灵样子，那个就是因为他那时候会就是穿墙穿地形，然后这阶段的哥布林其实就是打不了。这里好。没事没事，实验精神，实验精神，总会慢慢找到好的位置。要开到几天？今天开到十点，因为今天人比较少。然后我跟法西在这边。对，我怕，我会害怕，所以要赶快离开。不要怕，怕死。干嘛你想跟我PK、啊？我就在你旁边，不用怕。你想跟我 PK 啊？不要。然后怪人他们唯一打赢我的一次，是因为你把皮鞭拿掉，他有讲。对啊，我说我用这个打他，这超级近的，这么近才有伤害。就他那时候，他那时候拿枪射我，射不赢之后拿皮鞭打我。怪人比较喜欢用皮鞭啊。哦，你挡到我，过来点啊！嗯，这样子。哎呦，
你过来一点。OK， 这样子，这边也可以打，下面也可以打。这个按下去，它那个楼梯就会直接消失哦。对啊，那也方便，就是有些近战或是远程会比较好打到。嗯，对啊，这个弓箭也可以再穿过的。我也一起来了，还是不行哎、欸！你过来点，你过来点、欸。我很过来嘞、欸。哦，好。会跳楼哎、欸！哇，番茄声音断断的。好，我大概知道了，这边墙壁要再高一点，大概到这边。好，自杀。好了，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我们测试最后一次。啊，这没招，难怪。啊屁呀、啊！呀呀呀！有听到讲话吗？断了，有你好。我今天中午还好好的啊。嗯。哦。没事啊，还好你今天开台的时候没有一直搞。没错。对啊。我有今天已经好了。那、啊、没事没事，怎么可能好那么快呢？让我。我传的过去是不是代表那个也可以传过去？那我 OK， 等你进来吧。应该已经是最终版了，应该不会再失误了，应该啦。再失误我这也没办法。所以要打这个就这样玩就好了。挂机啊。因为大师太难打了，你要不要我们打他看正常的？你要试试看？不用不用，来啊！你好像很想试呢。没有，真的，我一点也不想尝试。我刚刚弓箭乱射都射不死一只。那你很适合在下面射哦。有没有道理？因为那是穿墙的、啊。有人但我不要。大师是穿墙的。对啊。哇，我测试几个啦，这倒没有。方便，好吧，玩沙漠。网络好扯，网络好扯，网龙好扯。我说网络好扯。这样就没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没有啦，水晶哎、欸。哦，水晶哦。然后他们也上来打眼，哇！已经上不来。虽然有点丑啊，但是这样子再试一下。我上去了。你上来了，可是他没有。好，他卡在中央，他卡在中央。可是中间很危险啊。对啊。那都下去耶、欸。我那个世界是怎么办到的？我等一下开一次看一下。
我现在就开。再见了，世界。往后左一格试试看，什么意思？还是他左边不行，要右边？哎、欸，我们断线了。你网路也太差了吧？可是我现在可以正常打怪啊！啊，你打你打你啊，断了，慢慢玩。啊！我波速。啊，其实这边可以了哎、欸，你要不要看？我正在看啊。你、欸、干啊？怎么没有祭坛？这边，看啊，你的是可以上去的、啊。对啊，为什么啊？拍摄啊。哎，再断一次，我要打电话给客服，我受不了了。怎么再断一次？现在就打，你就跟我那个发发一样说，你知道我是靠网络在吃饭的吗？你知道我是个做 YT 的人吗？这样讲会这样子，我真的很困扰哎、欸。那网络不稳定本身就很困扰，我说真的。对啊，跟爸爸一样、啊。嗯，这样我很困扰哎、欸。这样子吧。来，我们几点零了？刚买了几个水晶？有没有十个了？水晶。理论上，完美。印象没事的，重点怪会掉下更上面，还有怪话平台要盖的大一点。HOIK 是什么意思？抱歉 ，HOIK 是什么意思？我还在飞，我还在飞。上来了，好。可是怪还是会掉下去。啊，怪会掉下去，我后面盖个那房间就好了。哎、欸，不会让它掉下去的房间啊。你要下去施工吗？没有没有没有，那边再补个墙，这边补个墙。顺上来、哦、太扯了吧。地图就是后。就是这种由地的一个关叠成来的，你是说这样子吗？哦，要关掉哦，关掉就好了哎、欸，啊，知道原因了啦。爸，爸爸，脚 bug 哇！你们懂好多、哦，你这样子我实况压力好大哦。但是没有你们，我又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好了，放错了，你这臭哥布林。下去吧，完了，等一下可能会冲上来死人哦。你说水晶碎掉还是我？你后面那颗，哇，他跳下去啦！按错了，有人回去喽。哎、欸，啊，有点扯哦，各位。冲啊！
通啊，头没头撑住啊，我来啦。没事，只要等到他一直往上丢标枪，我都不会有事。左边有道墙还是比较好吧？对，这个晚点再来修它。这东西好吵。哪一个？哦、好卡哦。背上背那个炸弹那一个。感觉是不要放这个了哎、欸。放不到，空中有一只坏坏。哎、欸、哎，戳死！要被戳死！要被戳死！要被戳死！哦，怎么会卡成这样？卡成跟狗一样啊！卡成狗，都谁卡？你卡吗？卡是丁狗啊，对啊。嗯。哦，好扯哦！我估飞龙好了。嗯。他又跳下去了，我们家，嗯，然后我们标枪比较好了。可以买高级闪光法环，很好用。受伤了，受伤了，受伤了。哎哎哎哎哎！下去吧，阿茄。我有翅膀，别乱来。你怪我画面是变了。等一下，等等，我解析度变了。哎、欸，你们这些臭鬼啊！等一下，解析度变了。有吗？没、啊。哎、欸，让我看，我现在没办法看你的直播。对，我的。我以前很喜欢用那个啊，闪电的那个，但是后面玩到后面，哎、欸、靠，玩到后面，哎、欸，要死要死要死！玩到后面发现它就只有打索塔好用，然后后面因为比较少在打索塔，就淡忘了它，就改用火焰法杖爆炸的。然后那时候想起来，你们好像是说。困难前啊，漏墙前地雷好用，漏墙后地雷就还好了。那、啊、就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我后面就改了。你自己叫个妹妹出来帮忙打吧。我妹妹一接。你会插吗？好吧。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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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好卡，好卡成狗、哦。啊，等一下把那个 VT， 我打，哇哈哈哈哈哈哈！我现在感受到他们那时候很卡的画面，那是谁？小妞，这就是小妞的画面。哇，我要换位置。神器朋克死掉了，等一下怎么会死在哪里？哦，好的。哎、欸，
这边好安静。要死喽！死了，你不用来了。我改一下。Yeah, 我的世界一片紫。嗯，我本来想说盖右盖左边，是因为那个boss 会生在左边，所以才想说盖左边。但想想，好像右边比较好。NPC 要住哪里？住哪里？快死光了，好可怜。我把这关掉好了。再见了，皮。再见了，鹦鹉。啊，看一下啊，怎么办嘞？怎么办嘞，阿切？你要问我这个有技术的问题，你好像找错人了欸。不是啦，我说 NPC 盖哪里啦？谁问你技术问题？要不然再盖左边一点吗？你这样重拆了不是吗？对啊，关注水里好了，不会溺死吗？动不动就要人家死掉，你也太狠了。啊有，可以盖个不会让他们死的方法、啊。啊，我去一下厕所。我不想知道。要不然你会以为我不在，你会寂寞。我不是很想知道。哎、欸，这个给你哦。不要。这个我。哦。我确实需要。对啊，看我就知道你需要什么。啊、你还需要快去啦！你快去，你快去厕所啦！你现在最需要厕所啦，全世界都知道了啦。他开始嫌弃我了。哦，怎么会开始？我可能只是开始呢。You go ahead， 来这边铺个草。因为它卡的步数正常的一半。对啊。那时候我看那个影片啊，之前有跟一个人玩过，他这样勾爪勾出去，我们大概一秒就到，对不对？他勾出去要四秒钟，他这样勾出去，然后很缓，比如上勾这边好了，这样勾出去嘛，我们一秒就好了。他勾出去是，好到了。因为那时候我想说，为什么他勾出去会瞬间移动顺到旁边来？我想说你也太卡了吧，你有多卡？然后有一次他也是连荧幕分享都不能分享的，然后有时候去他家看一下，然后我就说我看一下你勾爪怎么勾，啊一勾下去，哇不得了欸，怎么卡成这样还能玩啊？不勾不知道，一勾吓一跳。好多兔兔哦。肉模式吧，超人呢、欸？哇，真讲中哇！哎呦，我原本不看那个篮球少年，
是有一次菜渣在我，就是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就突然在那边播，我想说啊，要看哦，好吧，跟着看好了。就看完之后，哦，好香哦，怎么那么香啊？幽灵，幽灵，幽灵，幽灵。你吃哦，这边有现成的哦。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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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上面那一间吗？对啊。啊，算了啦。你说算了是搬家算了吗？算了啦，下来啦。可以的。下来。那我把它拆掉了。好的。看眼皮皮。他很难过。哎呀。不是啊，你不下来我怎么搬家啊？他没有箱子啊。拆不下来啊，拆不下去啊，不是，还是我拆下、哦，有拆到了、哦，没有箱子有东西你拆不了啊，哦，哦，墙壁帮忙铺吧。扛错按着就好了，白痴。哦，我很少铺这个、啊。我跟你说了，没了吗？还有啊。我怎么感觉中间有点怪怪的？因为你没有铺好啊。哦，多了两个。来。你在干什么，阿奇？我第一次铺这个东西，我第一次不熟不熟。等一下，这么少？那我你自己挖出来嘛？都多大的人了？我看你怎么传过来啊！我看你怎么传过来啊！哦，对啊，没有 NPC 哦，白痴哦！我就看你怎么传过来啊！叫你挖出来不挖，调皮啊！弄回家，把我活埋了。我还一路上听了很多声教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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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谁？矿工。好，哎、欸，你怎么在这里？啊，这边可以用这个了。回家喽！商旅卖什么？啊，有商旅，刚没注意。旅商卖什么？我还是不知道这是怎么用欸。分漆器。
鹰头披风。哦，这件比较好看，是吗？卖。哎、欸，我的网络还在吗？在啊。为什么打不开箱子啊？哦，有啊。哎、欸，不对，这是切斯特的。其实那个叫切斯特。哦，切斯特。对。嗯、你只要催熟它，我也觉得很困扰。你现在人物有在移动吗？我已经走离你身边十万个，哦、好远哦。可是我看你在我家哎、欸，你 家，我不在你家，你怎么会这错觉？哦，好恐怖哦，好恐怖哎、欸！我还看到你在家里耶，我要重蹲。天哪、啊，我在他家，还做梦、啊？你要来我家，你要来我家，我也是不反对的、啊。我跟你妈说。你儿子喜欢的是男生，但对象不是我。没有，没有，没有。你没有是这样，对象就是你，还是没有喜欢男生？没有喜欢男生。哦，没有喜欢我，那就好。误会解开就好，误、啊、会解开就好。没事的，阿晴。你知道我会怕、啊？怕什么？怕你吗？知道你不是怕你喜欢男生？没有，不是真的。你刚拆下来的木桌子，我可以直接卖掉吗？卖掉啊！哦，对，这边往右边移好。哎、欸，我刚刚干嘛？对，跟你妈说话。没有，阿姨，她听不到，她听不到。哎、欸，他那个奇异植物说可以交换稀有燃料，你跟那个他那个蓝旅那个啊，燃料商的问对话。哦，燃料商。收税，收税。安安你好，啊，你还要再去玩那个吗？等一下，我在弄东西。有一只松鼠很爱你。没事，不代表我要爱他。更。我在帮你做的，你做屁呀、啊！我有现成的啦。人物，好吧，我没有用了。不知道你想干嘛？太懂我了吧？太恐怖了吧。那我去赶紧看一下今天的鱼要什么好。神圣之地。我没有神圣之地的鱼池吗？就右边啊，你知道看水是紫色的就是啦。哦，
这个。猩红之地太久没来，一大堆那些会割人的草。嗯，你就拿鞭子鞭过去就好了。我没鞭子啊，下雨喽。44格，你说推荐买这个哦？啊，可以反复进行。它是只要碰到那个半圆形罩子，还是罩子里面就有伤害啊？火把歪了一个 A， 哦，这火把很皮哦，忍耐是有限的哦。又花安安，恭喜你毕业了。哎，怎么进的呢？他说什么时候要来淡水？不是你啊，行，没关系，我知道，我知道下一句就是要讲这句话的。行行，范围内所有敌方都有效哦，所以还是要买这个比较好玩。哦，好吧，因为，然后这个等一下确定试了都成功啊，算了，等一下来买好了。哦，这个人好烦哦，掉好了没？要多久？还没，没掉到半只是不是？有一只啊。哦，有就好。哦呦，哎呦，哎、欸，你不能打兔子哦，会死哦，你不打也会死哦。啊，有了，来给我。他跑哪去了？哦，对对。这次他不要跑了。鱼钩，快掉。金鱼纪念章，哦，就这个、啊，找下这个，卖掉卖掉，好，来，我们再来，那我就买那个来往往看喽。等一下，我要杀掉这两只史莱姆，要把兔子杀了。个钱，好了，走吧。哦呦，你的墓碑挖掉了，你楼上的墓碑挖掉了。没有，我在打那个有保护色史莱姆。这怎么是我的墓碑？你刚死在这啊，大哥！哎、欸，哎、欸，等下另外一堵墙嘞，等下一个门不见了哦。什么门？你在哪？传送门一个门不见了。等一下，他在哪里？我去找一下你，你守一下家里。哎、欸，你去哪里？你回家了？不是我是不是又怪怪的？我又看到你在家里面。可是我 DC 正常，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不能放啊！所以这个不能放太近，是不是？啊，哇，那这个真的赔钱，这真的不见了，那是 bug。要不要先往上拉回去？要不要先往上拉？
我们遇过哦，那就好。那是变简单模式了。那我只要哎、欸，我们走这边就好了。要喝个药水。你不要下面打，你不要下面打，给我滚上来！这边不行了。哎、欸，因为我发现说他会跑下去，叫你滚上来。这个人真的是很坏。过来啦，你过来啦，左边的门有 bug 坏掉了，等下没有 boss 打，哦、好爽。你来我这边打，你来我这边打，然后好像那边也可以。我发现。为什么感觉是不是有够卡？你卡了、喔，对啊，还是因为那个装置是开的、啊，家里那个装置。你回家看一下啊。他那个要怎么看啊？你看一下上面那个五有没有亮着？对，五，但是亮着的。哇、啊，那关掉，关掉，关掉，要让它变灰。应该是我刚不小心点到的、啊。那是你的锅哎、欸！天啊！哎、欸，自动门，哎、欸，自动门。喂，我还在吗？喂，我关掉他直接把他直接伺服器死掉了。你看下去你就断了。好诶、欸，断线的按钮。赶快回来啊！那可不可以收到那个苹果？不然、啊、那个徽章。硬币吗？对啊。我来了！对呀、啊，小翅膀。对啊，我知道，这波速到了，那个水晶会掉那个硬币出来。哇，这位置真棒！那也是还好，只剩一个门呢、啊。不是左边 boss 门坏就很亏、欸。boss 不是会随机从两扇门出来吗？没有，左边比较容易出。那个应该是灰了吧？但目前是没有档。那还蛮爽。
哦，上线了是不是？哦，好吧，因为这个炮台有个上线值，现在守城没有就在尝试盖 bug 的那个，不是 bug 啦，就盖各种东西。我还你说谁上线了？谁上线？我刚听着谁上线了？哦，哨塔有个上限。那隔壁你们应该不用学这方法啦，等大师后再学。你们打这应该都很轻松吧？他们现在不是也是大师难度了吗？没有啊，他们我回去玩经典了。经典先破到毕业、哦，因为他们在等佩佩的电脑啊。应该今天就可以了。对啊，今天就打开始打那个落墙了、啊。好嘞，都一波了。哎，有没有几率从右边出来呢？流星雨哎，有直接从右边出来，你那种意思，都跳出去啊？造塔期间无上限啊？为什么放不了？哎、欸，为什么刚刚放不了？出来了，右手边。我知道。还走健康步道，你要乖一点啊！我拿到，面具。哎呦，有啊，他就是在时间内一直狂出，所以你 boss 打越快的话，就出越多。所以真的，所以我那时候才会想要盖左边，因为那时候左边是狂出 boss 啊，以为这要跳，哦卡，哦，掉宠物了，掉武器了，哎呦，快吧，没了，耶、yeah ，可以，被配一来就困难模式， yeah， 可以吧，玩那么。都看你们玩那么久了，我先回去一下，等下再来放个箱。哦，什么东西？你再干一下。没有僵尸咬人。哦，怎样？这个？哪个？哦，对啊，旁边飞的小宠物，道明用的。还有。这一把刀诶、欸，传奇的剑，那很近吧？我记得，你会啊？我不知道，干嘛给我？我包包有点棒，先给你玩。哎、欸，这个你感觉会需要的？等我，无从伤害增加时，哨兵数量的。那这是给那个啊？不是啦，刀啦。哦、你给我这干嘛？我不知道，那哪里来的？就刚刚你第一个捡到的啊。哎、欸，我还有多一个，哎、欸，这其实会比较亮一点的、啊。对啊，那我可以把那个会亮的那个东西摘掉了。然后这个你需要吗？那个当然要啊，我换掉了，换更痛的。来，回去吧。你在叫小狗哦？没有啊，用的、哦、哪敢？哪不敢？我真的不敢啊！时装箱快爆、欸！再开啊！
你知道有专门放面具的箱子跟时装箱子，通常打王掉的那些几乎都是面具的，所以有面具的箱子，有啊，史莱姆那颗啊，那颗就是啊。那我这个死人魔面具就是放这里的，对的啊。哦，然后就放这里，这是照明用的。好了。那我这个毕业典礼就这样就乱去了，辛苦了。嘿，我这个魔法灯笼也算照明喽。对啊，你不觉得它很亮吗？我其实魔法灯笼就是角色都有用到现在。OK， 哇，先打到话，这个感觉就是要给小鱼的啊，服从上。服从上限，不是 Joker， 服从上限加一，然后伤害加十。那个是仆，那个是仆从还是哨兵？哦，哨兵，哨兵就是你，哨兵就是加那个的，有加仆从伤害啊。他一下哨兵，一下仆从的，就可以再打多刷一点那个硬币出来。哦，走啊。大家可能不会这么顺利哦，必须要准备哦，有两扇门哦。为什么这么说？哦，可能两扇门哦。好吧。哎呦！那我继续在这边打哦。门在左边的敌人过来，回来。右手边有门啊！啊，他们反正会来往这边走啊，懂意思吗？好、哦，水晶在这里嘛。对。不会移动的，对啊，所以才跟他讲说这是哨兵呢。哇，这把弓箭在这个地方好好用。后面就会改成枪了啦。它、啊、其实这个游戏是跟一个 Steam 的游戏联动合作的，也是守塔游戏。你说这个我现在打这个撒旦军团。对啊，它是 1.13 那时候进的那个模式，然后也是盖塔，然后守塔的。其实这款游戏跟很多东西联合过了。哪一个啊？你说
泰拉吗？哦，没有欸，他只有跟这一款而已。你看到一些什么像萨尔达什么之类都是彩蛋。彩蛋？可是不是还有那个 Don't Star 吗？现在啊，那是 1.14 之后啊。哦。白眼这边可以放啊，电力网不是啊，你看墙壁啊。哦，不是，我说天空上飞的那是电力网。什么电力网？我看天空上有四个东西。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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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来了，你下来了，你下来了。哦呦呦呦！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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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喂、欸，算彩蛋会数不完，对啊，就很多啊。还蛮快的，万圣节的那个苦力怕，还南方四剑客，啊，这么多，很多啊。哎呦。这是鞭子的顶级装备，就问老板卖的两套三阶装，但那都是哨兵蓝位的，没有其他普通蓝位装备。对啊，就只能混搭，就很可惜。这样打出的飞龙都不怕了。我看呐、啊，看如果 boss 是出在这个门的话，到时候再看怎样吧。到时候又变成这个水晶，我把它这样子一直在这个左冲左边、冲上面、冲右边、冲下面这样子，一个永动机。到时候再看啊，看什么状况再说。所以这还是完整型哦。啊，很完整型。这个机器，这个机关还是做好的、啊。没有，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我自己乱来的。哦。哇，我刚刚在测试，哎、欸、，hello。有，我看到。我知道。看，如果 boss 那些生在这边的话，就比较麻烦。好多、哦！我现在就是也有在喝那个啊，一个药水，就是在武器上涂毒，因为它怪都变黄色的。啊，你看到就是他们会降防御。哦，对。哎，在下面哦。我现在就是看他打不打得到。好像看来是打不到了，太好了。对啊。看，就是你赶上打死他，马上就升，所以要刷 boss 的东西的话，就赶快敲死他。因为那时候我开本尊在测试这个东西的时候，欸，出盾牌，在刷他的时候，就是角色等级高嘛，啊，装备好，然后就是死掉之后马上出，死掉之后马上出。哦。所以，那确定了。哎、欸，出了这个很白色的东西，这把武器，什么东西？然后，
他就是挥挥挥挥挥嘛，然后打到的时候会打地板给你玩，你去打只怪，不知道。等一下、哦，我觉得虽然这个只是装饰用，可以摆着。哎、欸，你旗帜都丢了对不对？没有，旗帜都还在身上。给我，你丢给我，我下面挂一挂。先生，我不会持续飞，你要不要自己上来？那、欸、你就丢啊，你丢平台啊。哦，对哦，等我一下。对上。天空飞龙旗。啊，没了。那怎么科学怪人也在这？科学怪人是刚刚那个你拆掉房子的那一个。哦，真的是很烂哎。就是这些其实都是装饰用的，不会加 buff。这是转一圈，然后往地上捶一下吧。对啊，就转一圈，然后往地上捶的、啊。这伤害蛮高的，272，而且还是减14%攻击力。感觉好像也没什么太高的用途。好喂，我这边还有一个，一个什么？你挂挂得到？是挂得到啊，我挂的有点歪。为什么东西都会真空？嗯，好了，可以做其他事情了。哦，不是继续刷、啊？你要刷、哦，来啊！不用了，来啊！有什么好装备吗？有啊，好的工，有啊。你看一下，我想要弓箭欸。弓箭，我想一下哦。弓箭其实这把就很好刷了呢，不是很好，就很好用了。我手上这把、哦。对啊。好吧，就先做自己的事吧。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加弓速的头欸。哇，139了、欸，我知道这个整套的话是增加弩车吧的贯穿。你要不先补那个吧？子弹啊，你不用补吗？我昨天做了好几把烈焰剑啊，好几把，对啊，要好几把啊，不然走，我们去楼下陪我挖东西。好啊，哇，楼下、啊，对，现在换楼下要整个地，看来我的剑雨用不上了。你要干嘛？你要打还是要干嘛？然后有时候补在地下补东西吗？没有挖。哇哇哎、欸！哇，可以啊！你做不好这稿子，我这砖头给你，我做个稿子啊。我稿子身上这个，你是不是猩红吗？死亡死者稿，那个太烂了啦！晶晶，你不知道砖头，那我用砖头跟你换吧，给你。哦，好啊。那我做个晶晶的。那我稿子放回去，你稿子留着好了，你不要派上用场。等一下，晶晶是不是要用那什么炉子？请问要还你吗？要，不然我挖不起来。晶晶借我，因为我们这些都是用那个弄到的，所以制作。得，要这个啦。命银簪、晶晶炉，我看我们这些其实都是靠小鱼钓起来的。我也可以钓啊，我去钓。对，所以我们那些锭啊，什么都是靠钓起来的。对，其实钓鱼真的很赚，有很多锭。其实我们炉子要升级成这个啦，能做装备啊，白痴哦、喔。我看起来像壁炉。什么屁股？壁炉。
你把它想成谁的屁股？你好恶心哦！这猫咪就是你先讲的。好，还你。你。雪月，敢不敢？我们去钓鱼，我们去刷那一只。你还想刷那一只贝壳螺？我很想鹦鹉螺啊，贝壳螺。哦，贝壳螺。贝壳。哎、啊欸，走啊，那个你 buff 点一点啊。哎呀呀！对哦，这现在变成自动门了，不能太靠近。嗯。那好多东西在咬我。但差别不大，没有，就是因为我这张地图没有那个没有钛金，所以想要省一点钛金的东西。掉吗？我掉吧，还是你掉？你掉好了，你掉好了。那我要穿钓鱼装吗？不要。对，你慢，那你只要穿那个线不会断掉的就好。啊，我没带，等我一下。那我掉好了。你有带啊？那你掉。哦，好扯！哎，好小！我死了，怎么讲？他跑去跑回家找你了，他跑回来。哎呦，你怎么跳那么高？好好做一只鲨鱼不行吗？哥布林，他到底在干嘛？对你很有意思哦。哎呦，非常高！爬东西，来、啊、再掉吧。哦，魔法道具，你说掉就掉，看一下哦。可是是你想要的啊！看一下，我说我看一下哦。好哦，又是他，你要不要出来啊，小鲨鱼？哎呦！你再跳高一点，那龙就下来咬人了。它是极限就到这边啊？那你都，那你保护我一下、喔，你打一下这个眼。哦，这样打不到。哎、欸，没有，它极限不是在那。不是，它从旁边助跑，所以要你保护我一下。左边，想咬我。要往上碰东西啊！干啊！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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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娘的！娘的！哎呀！啊，助跑了！十一金哎，好扯！这血怎么好赚？哎、欸，没了吧？还在吗？还在。好的。跑回来了，看，还是要稍微跳一下，不然其实它高度可以勾到。对，我在抓距离，你再保护我一下哈。好，我努力。这里吧。哎呦！哎呦！微笑炸弹。
嗯，能再高一格。阿且我知道你尽力了，我在努力，鉴于不是我的控制，我知道你很难过，真的，哇，这首好老，哇，你说蔡依林很老？那我说那首歌，啊、蔡依林唱的、欸，哎，什么？蔡依林唱的、欸，我只听过，我只听过胡彦斌的版本，不好意思哦。你讲的胡彦斌不老一样，胡彦，前奏才刚刚响起，又有人哭红了眼睛，这里了啦，你在刷啥？你要不要过来？你那边应该是射不到啦。对啊，你看你全部射在屋顶上，屋顶在射屁股哦。对啊。好了，死了。好的哦。OK， 哦，又在那个。攻击太多了，吸一下。哦，手好酸，哎。你谁？哦，鱼人，不好意思。这我现在是分不出来哪个才是你的召唤物啊？打就对啦。你掉出来了吗？那死了。那、这个是肉强前的刚刚那一只。你是谁？又是鱼人。啊。哦。青蛙法杖的。剩下一个小时多而已。你打大力一点，我们就可以了，是吧？来了，来了，来了！一条蛇，一条蛇，一条蛇，一条蛇。NPC。哦。他是不是要来找我了？知道哎、欸。你是不是？是。哦，这只怎么比龙还要难闹啊？他转折真的太快了。他还在吗？对啦。哇！哇，来地上寻宝喽！微笑炸弹跟下来喽！我们进度到哪里呀、啊？没有拖，完全没有推进度。你要进来打那个机械蠕虫吗？对啊，阿伯，还剩三分钟。这么难打的吗？你腰还在痛，好吧？你是真的痛还是假的痛啊？我记得你痛的那天不是还在跟我们玩吗？谁什么眼睛啊？跑了！啊切！跑了！不要给我跑！你追出去！啊、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这东西不见了。嗯，水里有东西。五点黑五天要不哦，好吧，还有那么真诚的痛，好回家。啊，我们又存进去了。啊，快走时钟有够多，卖掉、啊、卖掉卖掉卖掉！我拿到这个东西。哦。小鱼感觉不会喜欢的东西，讲话啊什么？哦，
存进去我已经有啦、啊。哦，那感觉不会喜欢这个。你怎么会觉得他喜欢那个？等下少女。时钟我卖掉了，真的有不多的。什么东西卖掉？时钟啊，卖掉啊，都是打那个木乃伊掉的啊。婚纱用一套走开了。这个首先要学会无伤，同时打死两只白龙才要打。我建议永远只有一箱开大平台。你这只是依然吗？大平台，那几只吊起来血很痛，然后大鹰螺想得都是完全得不到。我们那时候就差一点啊，很哭哎、欸。那时候其实真的差一点点。等一下吗？是。啊，顺便为朱砂做准备好了。病毒就只有我们的那个叫啥？我们的撒旦可以。可以打得比较轻松了，目前进度应该就到这边而已了。等一下，我是不是一直穿矿工的东西在打？不是矿工啦，渔夫啊？不是，我在穿那个就是盖东西的，在打。哦，建筑师哦。对，建筑包包。哎、欸，海盗、欸、回来了。他能干嘛？他干嘛？他刚刚死了啊！海盗地图要留着吗？还是你想打一次海盗地图看看吗？上次不是打过了吗？但是没有打到好东西啊。嗯，我记得你飞船是海盗地图打到的，对不对？对啊。海盗入侵呢？防御原先不够，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我要更多的防御力。好，我要做不同的件事。是什么东西？好腰子盖的东西。你盖太多，盖太多东西，自己盖什么都忘记了。想说怎么会一个奇怪，你们不可能会盖的东西在这边。好啦，拿去卖啊，海鸥。盾剑要用独角兽的角跟妖精城，对吧、啊？你就挂在那边发呆，不要动就好了。你就一大堆闹钟跟妖精粉，主要是独角兽啦，感觉哇，独角兽比较难处理，好多钱啊，海鸥有空再挂啊。嗯，反正现在地图可以开着挂了啦。不是我电脑没办法开着过啊，不知道、啊，这也不是不行啊，是可以，但我怕我家网络不是会搞，他刚搞了我一下之后就没再搞。来，介绍一下阿杯，现在进度是，按错了。神圣地形还在蔓延，但是猩红之地已经守到3%了。刷钱刷装靠钓鱼没有哎、欸，物资源不够，对啊，尤其是要挖的矿。然后本来是想说下面就是
等大一点，然后不要让下面会生混沌那个，不要卡怪在下面，感觉有点难耶。我们那天进化的差不多了，没有，蔓延了。那天蔓延，那天我们不是5%吗？但是我那天又进化了快两小时，结果还在5%。这说什么？他们已经蔓延了1%，我又进化了那1%。然后隔天就是前天呐、啊，还是昨天，就是我本来想说开台就开到忘记，然后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进化，定了六小时，就才到3%。我有跟你讲啊，那个我有贴在那个 DC， 就是只要敲祭坛，有66%的几率会随机一个地方生出那个神圣之地或是那个猩红之地。所以这告诉我们祭坛不要乱敲了。对不起。不是啊，那天是教你们一定要敲啊，不敲不行。然后我之后想说啊，这个我们已经进化好了，来开，那就随便敲个几下。哎，独角兽的坐骑耶。嗯，有了、哦，都满了吗？小鱼他们已经有了啦。我还没有啊。那你来捡吧。你不会等一下放在箱子里给我？好啊，我现在有点怕。我下去。没事，妹妹很棒。半年也能压制吧，对啊，想去检查好几遍。然后那时候是我看一下哦、喔，你那时候不是进化这一区吗？这一区有蔓延到，因为那时候无聊在玩矿车，然后听到这边有蔓延的声音，就在这边进化。那再来是这里，这个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地下沙漠好大一颗，然后这边都蔓延到了。那再來是我那时候在找那个一个那个追踪法杖的骷髅，会吸血的。然后为了找他，刚好那时候是经过这边血红，水变红色，然后这边蔓延了。对，这边蔓延，然后这边也蔓延。哦，那时候就刚好找到几个。祭坛不敲后期没矿，对啊，就是还是要敲啊。沙漠那块我一直很头疼，每次进去就被大沙虫。我也是干，我那时候死最惨的就是大沙虫。就等下，只要听到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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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啊完蛋了，又要回家了。就那时候在下面死很多次。听到叽叽叽，对啊，就是沙漠这边又有地方可以跑。就死在这边吧。哎、欸，等一下看一下哦、喔。对，这一区，只要听到沙漠的那个沙虫过来的声音啊，完蛋，逃不了。啊，我刚刚换个召唤师的装备，这样伤害比较大。你放在小猪铺满里啊！我现在替换的装备都放在小猪铺满里面啊。那我等下去看一下召唤师的装备可以拿哪，可以拿什么好？装备，你说武器吧，还是饰品？饰品啊，应该饰品。那你装备晚上你要去找巫医买那个啊，买矮人护项链。好，我等下过去看一下。晚上一定会有他吗？他一定会卖。好，我来净化一下我们家好了。好啦，等一下晚上你买到我再关台。
十点了。对啊，今天都在盖那个东西，两个小时就过了。等一下哦，这里开始。哦，乳头。哎、欸，独角兽风筝呢？嗯，那个其实也很好挂、啊，姜子也有啊。哎、欸，为什么这边有个奇怪的东西？沙尘鲸什么？沙尘鲸哦，沙漠有的那个啦 ，BOSS。我挂这边会死吗？会。你可以尝试打打看，你先别挂。我觉得我这边好恐怖。嗯，我这边有点恐怖。不会啦，我要长大的啊，教你怎么做人，要教你登大人。直播接力又读取不到，哎、欸，那个可以丢连接，喵，它就是直播接力，对不对？然后它不是可以选那个吗？你订阅过谁吗？你就直接把那个网址贴在那个框框里面就可以了。那时候他们说是可以这样子做，就是一些台币跟我说的，然后就那时候想说啊，那个直播接力又坏掉了。然后那个谁才说没有坏啊，因为他都可以讲，他平时就是贴网址，然后就学到了。钻头比较好还是稿子？稿子啦，因为钻头它附魔都是附魔击退还是什么东西的。钻头是主要是类似比较像在打怪的武器，而且它范围还减一耶。那个框框要对方贴我的我才找得到，没有欸，它那个框框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带到你那边去嘛，但是看到那个点下去之后发现你没有在直播。没有可以带过去的选项，然后就点开你的台，然后把你台的那个网址贴上来就好了。然后我现在每次带到别人那边去，我都是这样做。耶！夜上小。他死掉了，他好烦。哦，然后他掉的东西其实没有很好。你也早点跟我讲，可以抛弃。没有初期的话还 OK， 可是现在你的一些装备其实已经不算初期，也不是初期啊，就是他好像也是召唤装，可是我是觉得没有到很好用。哦，他那边一直烦我，接下来一大堆蠕虫。那他只有在沙尘暴的时候会生啊。我想说，我怎么看到一个奇怪的女生？他相对，他就对应那个啊，对应那个冰雪的啊。沙漠是女的，冰雪是男的啊。冰巨人。哦，是我们上次遇到那个吗？对啊，一环就环了快30秒那个。
啊，晚上去买吧。礼拜六上次600多人，超想再去别人直播的。哦，我懂啊，你不是在玩那个吗 ？Uno。巫医是在哪里啊？森林啊，丛林啊。我记得那天好像很早就关台了。欸，我那天好像根本没开台。礼拜六吗？你没开啊？哦，对啊。被打，整理一下。漫长的压制时间，那已经六小时都压制过了，还怕这个吗？哎，对哦，明胶。我是不是只能妹妹或是你那个眼球召唤物选一个、啊？没有啊，它可以混，就是只是说，如果你可以召唤五次的话，妹妹可以召唤三次，眼球一次，这样子自己选。哦，对啊，你也可以一个眼球啊，一个青蛙，就是把以前召唤过的都拿出来玩啊，就一个眼球、蜘蛛、青蛙那种东西，随便你玩。感觉很恶心欸，那个画面。还好欸。都好了吧？召唤物的饰品还可以带什么？召唤师勋章跟女猎人圆盾，没差吧？你也可以穿鞋子跟翅膀啊。啊，对哦，对吧？不然你走不快，跑不动，跳不起来，你这么想死哦？所以就把这两个换掉就行了。OK， 再找一个可以换护符的。而且玩大师有个好处就是饰品栏位比较多。真的耶？对啊，你看他们玩那些就只有五格。对啊，你进去还会被你进去等就被锁起来了、啊。对，跟他们那时候刚打的时候，你断了，哦，你要离开了。那时候跟他们打的时候，就是哇，我的翅膀刚好是被阻拦的，然后接子也是跑不起来。好啦，准备关关啦。哇，现在网络都这样啊，好啊。哦，你刚刚是因为那个网络哦。对啊。我以为你要休息了咧。我要休息，我会跟你讲，我这种没礼貌嘛，对不对？我是没关系啦。我是有关系啦。哦，我是不在意，不 care 啦啊。我是在意的。哦，一点也不难过啦、哦，真的不会难过。没有啦，没有啦，我怎么可能会这样没礼貌呢？奇怪，风筝到底是放在哪里啊？风筝在下面有个 unicorn 的图啊。哦，看到了。
我的古龙风筝是被谁拿走？我把刚刚打妖精城跟独角兽的角堆进去了。嗯，就拿就好了。哦，请我再找一下。这里啊。哦，这么多妖精城，很好挂，好不好？挂那边。就才会说，每次就盖一大堆有的没的设施，就其实不缺一些素材啊。好、啊，那我到时候再来做吧。你要继续吗？强迫先去去哪里？继续玩啊？没有啊。再玩下去，他 BOSS 就真的出来了。你说你这个七师啦，你这七师。那个，这是什么？生命果。那个要血量，嗯，反正你吃就对了，可以增加到500。哦，就是多人。多几条命的意思吗？没有几条血啊，几条命。哦，几条血，所以会有一排是金色的。嗯，我就想说，为什么你的那些大号里面会那个爱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啊，不然打一场那个啊，你挑一边儿，我挑这边。换一下装备。等一下，妹妹，飞机。哦，关，天花板没关。好了。啊，所以那时候才会在下面的通道搞那个新生命果，然后叶绿矿也可以，其实种在下面，想要。等后面吧，后面三王打完之后，要打花豹的时候再来搞夜狱矿。这款游戏有一个矿，它可以用种的，因为那个矿是最后一个矿可以挖的矿。我怕人家就是说怕挖完没有了，然后它可以用那个淤泥来种。我这边怎么那么安静呢、啊？我这边都没有客人上门。我这边也没什么、啊。我知道为什么他们跑去泡蜂蜜吃了。你靠很右边哦、喔。不要靠太右吗？不用。你去哪里啊？就是墙壁旁边。我很靠近墙壁而已啊。也没差、啊。我看到几只的。你自己来看、啊。你有没有看到右手边那个蜂蜜池那一边？我画面那么远欸，欢迎过去啊！欸、真的欸，没事，它不影响啊。妹妹，给我回来！哦，妹妹咬下都比我的弓箭还要痛。能跑到水里面吗？有吗？有欸。屏蔽也是增加普通伤害吗？对啊。那我去拿一条屏蔽，家里还有吗？召唤屋的箱子里找。然后我把这边处理掉。还不少卡住，对。
有办法，就是干脆就不要来右边了，就直接打左边是吗？对啊，懒得改红名字。怎么走冷边呢、啊？隔壁的箱子嘞，右边，冷边就很强了哎、欸哦。我看到之前我给你的神鞭了，哪一个啊？对啊。哦。这个打死会个幽灵哦，要小心哦。你说就这个吗？对啊，我在放东西也没礼貌。啊，不然就是我有想到弄泡泡，把这边挖一个通道过来。海盗船，嗯，还有边。你看我下一场、啊。但方且把太金弩或神圣弩拔，这样他的暴风弓不好哦。对，你另外把弓是什么弓？蝙蝠弓啊，很少在用它了，在室内才会用。对啊，就是怕有时候你可能室内不好输出啊。对啊。哦，哭啊！掉奖杯而已。那个先停止攻击，有机会再出一只被那个荷兰人。好，来来来，可以开打。再来。哎、欸，对不起。一个小怪9000血 ，Oh my god！ 对啊，所以而且困难模式后的普通史莱姆血量也会再增加、欸，打完肉墙后的史莱姆血量还是会再增加。等到时候在他们的世界一边只编是一只史莱姆，好开心！打开哦，还有、欸。又是奖杯。等一下，等一下，不要炸，不要炸！我没了吧？哟！好像没了一人。好吧，停掉吧。妹妹工作咯。那随手衣那些你就卖掉吧，你再也不能卖啊，反正就是处理掉，不要再放箱子。说什么东西？直装。哦 ，OK 啊。嗯，那金色家具还要留吗？你就靠过去弄分类啊。
哦，基于海盗头。哎，哦，再见。优惠卡打到了，打到了，买东西更便宜了。嗯，处理。来隔壁的那个东西很重要哦，商店价格 20% 降价哦。再示范一次看，我要重铸这个金金镐，要六金，但是我穿上这个之后变五金。加速。Pass， 我要速度。有钱就是任性。对，有优惠。加16速度，喂。感觉还是很慢。买到起来要挂吗？应该都挂了吧。嗯，海盗旗啊，这样还要挂吗？不用了，那边都有了，那我卖掉。往这边，我这边放的铁站怎么不见了？铁针。阿锤，借过一下阿锤。L O。只算近战还是算近战吗？近战。哦，好，换回衣服。摩洛伊的善心来了，感谢克洛伊的超级留言，感谢，不要关台了。你要看这一把，看那把很长哎、欸，不是这把的问题，是套装问题。哦，套装是没用好、啊。是黑曜石套装，但是它的就是召唤会少一只。哎，这个套装主要是靠那个啦，靠自己手中在打的，不是靠召唤物在打的。我现在下雨哦。祝隔壁的也能赶快刷到这张魔法小卡。只看近战加成，伤害看服从加成。看近战。哦，懂了。我懂了。他的伤害是普通的伤害。啊、我们看的话是看攻击速度、oh. 嘿。对、啊、就是我是要把这边给挖开啦。那边这下面、啊、我可以丢我炸弹呢。不行啊。因为我不是要整个挖开，我是要做出一个刷怪空间。可以啊。知道吧。那明后天要不要来搞、啊、搞咧。搞起来。那你的伤害还是我的伤害？我的伤害你的伤害。要 PK 要靠一
跳出118的伤害。你打我看得到你伤害吗？你打梁，你打看不到队友的吧？可以吧？我是看得到，我这边是宝箱怪啊，左上一个宝箱怪啊，看得到多少？我有，你再打一下，对啊，左上一个宝箱怪啊，你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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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宝箱怪。现在我知道打那个啊，那个粉红色的人，他要移动的时候才会出声。还没打他，我都快死了。楼下的你喷够了没？楼下的，哇！都看得到，好的。完蛋了，长短不一样，好挫折。嗯，换另外一套啊，做黑曜石啊。可是防御变很低哦。那算了，我很容易死的人。防御4，防御6加防御5，15而已，加起来15，比蜘蛛套装低。算了。然后我还穿这样，我就是穿这样装备跟怪人他们打的、啊。怪人，我有鞭子喽，我可以用鞭子打你哦。我可以跟教主借这套装备再去打你哦。你看啊，他说鞭子的范围长度增加50%，好长哦。哎、欸，我想要全部搞成攻速的、欸，全部重组成攻速。那个已经准备好了，很快。来口了他，好，现在走，我们去打怪人。好。你先进去，我再进去。你也弄了黑曜石套装了，来吧，来打吧。来吧，怪人，你在哪？当前玩家还没12，各位你冷静。在哪？是谁？我妈头。不然他们是在哪一个组队？我现在只有66球。哦，所以嘞，所以嘞，鞭子收起来了，随便捉一把。欸，他们是什么队啊？他们都蓝队啊，队很短。借口。走啊，不然拿这个啊，商人卖的啊，人拿商人卖的啊，来啊。他说你黑曜石套装做好了没？有穿着吗？是谁？靠！你可以不要再越进度了吗？你这个已经是那个了吧？啊，真是不能穿那么多了。我想问一下哦、喔，怪人，你进度到底到哪边了？你这个已经是打完机械蠕虫之后了嘞。哦，对，你机械蠕虫原本就已经……那个是血月的那个吧？不吧，日食。你今天打了一堆哦，那你还是不要跟他们打好了。一滴打到死哦，算了。48滴，你到底穿什么啊？欸，我觉得怪人啊，你还是不要跟他们玩好了。所以你都在整地哦，又不是这个意思哦。好啦，所
所以要用这个打哦，当变当变。嗯，来吧。耶、yeah, ，克洛伊，我身上有这个，我们来吃吧。药酥。玉米片啊，看好戏，看好戏专用的食物。好了没？你好了没？你好了没？要打了没？视频都加防御，我也是啊。欸、都一逼啊，打屁啊。哇，好暗的画面哦！我天哪，那个是不知道哪里打到的玉米片，刚好可以看这场好戏。陛下，谁的魔术棒？啊？配饰什么的有差吗？有啊，这个啊，我那时候做的这个啊，增加近战武器的尺寸。你完全啊，你没喝药啊？我有喝啊。猴王是不是打完肉墙就可以打？要打完机械三王，所以我刚刚一进来看到他的后面带的东西，我就说你进度到底到哪边了？因为那个已经不是他们那时候本来是说打完那个他只打了机械蠕虫嘛，然后就进度到这边。啊，我今天也有说那个啊。有时候可能像西明没开啊，所有人又想玩，啊就说那可以啊，你就开一只属于这只这个世界该有的角色就好了啊。谁跑去打 NPC 啊 ？NPC 大开杀戒啦！你看这个也是肉强后的武器，你这样子玩，先看别人影片打，然后跟着打。对啊，所以我就讲了，你要就开一个属于这张地图的，你懂吗？你这样子都你们都在破坏其他人的体验，你们自己去别张地图玩，然后玩完之后跑来这张地图，然后是带其他地图的装备过来，这样意义何在？然后你要想哦，他们都还在体验肉墙还是什么的，啊你们靠神装在帮忙打还是怎样的？啊，对，可能你会觉得说要打、喔，你可能会觉得说没差、啊，什么在旁边看戏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的，那你干嘛看戏？你就重新体验还是什么、啊？虽然怎么讲，经典模式我也讲了嘛，你们人多就过了，那你也可以期待有体验吧。那怎么挖了一个洞？而且重点是，你要想一下哦，你可能会不小心带到后面进度的东西进来哦。有些 NPC 是条件达到之后就会进来了，你等一下东西带进来之后你就知道了。直接解锁？不是啊，你干嘛挥到我啊？人多血量有差，在旁边看戏。不是，他们是打经典模式，经典没差，经典人多没差。所以他说都在整地。我想说，那你都在整地，你也可以直接只开一只整地用的啊。
那你开着啊，好啦，反正这是你们的地图，我也不能顾虑太多。如果今天在我的地图玩的话，一定被我泡死。为什么 NPC 会攻击人？哪有 NPC 攻击人？哦，那是怪人是吗？怪人啊！你是看到向导咬人哦？不是，我是，这不是 NPC 吗？哪一个啊？哦，玩家对决哦，没事。哦，那怪人有没有吃过香蕉？有没有吃过香蕉？但教主，你直接开个。毕业的来虐，我不用开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开，怪人来，怪人来我的世界，那你们要看戏的也可以来，就只好了。来，我们来实验室玩。那我有吗？到刚刚怪人想要杀我，怪人你进来。好了，克洛伊这边就剩下我们了。来，下怪人，我去杀你喽。怪人把克洛伊杀了。怪人好了吗？准备好要死了吗？来，我让你打。哇，你们就不怕把你们家毁掉？哎、欸，毁掉？没有，他们在家里面打架。还好，他们不用爆猎物就好了。哦，这么痛哦、喔！你用什么东西？我溜溜球这么痛？你延迟？你好，延迟。哦，所以你刚刚是用溜溜球延迟直接打死我、哦？来啊，哎、欸，你真的好卡哦，你的墓碑挖不起来。天哪！那到底是谁啊 ？K I 马同学啊，马同学哦。哎、欸，他墓碑吸不起来。哇，你复活才能吸哦。换你套装备，是我卡还是我卡？我不会，我会卡吗？对啊，欸，你的为什么你的溜溜球打200多滴？我办到的。哦，眼球溜溜球看到了啦，白痴哦、喔！这哪是打完花王，是打完十巨人的吧？你是不是打完十巨人？看到了啦。眼球溜溜球啊！但我再问一下，你现在身上有什么装？这不是你这不是黑曜石装了吧？你没打石头，那你怎么会有眼球溜溜球？还是打完花王就有了？日食拿到的，我知道啊，那个是眼球对不对？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哎呦喂、欸，他好像 Q 出来了。日食掉的，我知道，飞蛾掉的不是吗？还是飞蛾不是掉那个？哎呀，我知道啊。你连续遇好几次，看你。好啦，我是建议你啦，而且你要知道，你带花王之后，你会带到
花王打完之后会一个东西，你会带到进度给他们哦。好啦，先这样啦。好啦，就到这啦。我来讲一下哦，就是打完花王之后会拿到一个流炮吧还是什么的，然后也有矮人法杖。当你有矮人法杖之后，你的那个巫医会卖额外一个东西，来，我来讲一下。我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啊，在这，想起来了。打完那个花王，如果你身上有流炮类的武器，会解锁这一只角色。那再来。那再来，巫医，如果你去刷花王，打到一把法杖的话，会解锁一个新的东西。哇，不会玩，等一下。会解锁这个大力士甲虫，跟解锁这个新的那个召唤套装。小雪炭也不是啊，是我真的觉得不要就是影响到人家进度啊。可能西敏他们也不好意思开口啊，可能也已经开口了、啊，但是你们觉得无所谓还是什么的。那个啊，正常程序。哎、欸，等一下，为什么门没开？不可能！然后这是海边，这超好看的哎！那时候我盖出这个海的时候，我超得意的哎。然后这个海是自然，那个这个沙丘是自然形成的。然后这边长得很像阿飞的，他那时候超喜欢这个的，他说我以后要住这边了。要打一次花王了吗？我自动桌，就这个。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棕榈木哦盖起来好好看哦，然后那时候就一直都在这边钓鱼，但布置的很棒吧，还蛮得意的，得意。然后当时其实箱子有盖到这里来，那时候不是有人说下面就是什么挖，挂旗帜在下面吗？因为那时候其实挖得很下面，那时候是一个一个慢慢整理到上面来的。你看，满满的这个啊，金属探测器。另外一个海边，这边是以前挂钱用的，那现在。机制已经改掉了，所以没有用。版本被改掉啦。自动则弄叶绿矿和发光蘑菇那个，嘿，那个怎么了？物资量好惊人，就一直挂机啊！我看一下这张地图状态，
金红1%，普化18%，这个已经没救了。这张地图是大地图，所以很难抢救。因为当时这张其实也，这张是那时候第二次玩的地图，所以叫二。然后你看挂钱的地方，你是说这个哦？这个要做是不是？这可以做啊，因为射手装就是，来，这个是射手装。反正你买了就知道啊，你去看影片就会教啦，为什么要问我？对不对？你看你们背景的跟我背景是不一样。我就说你们后面的背景很好看欸，我带你们去看他的背景，他们的地图的背景。说了，我那时候本来是开这只啊，后面看他们进度都其实有些在肉墙后、肉墙前，我就开另外一只过去。欸，不是，加入游戏，明天毕业先睡好，晚安。原来是蘑菇人脉的，因为他都有介绍，你都没在看是不是？他们该在这边。哎，环境没了，哎，克洛伊，这是什么？哦，烟雾机哦。好啊，后面没环境了，糟糕，不好看了。我是 Amy 哦，啊，讲一下哦，就是蘑菇一格也是算一格环境，然后往下垂也是算环境。好啦，先这样啦，感谢各位啦，大家晚安，晚安，拜拜。来，直播接力，啊，接到谁那边去？脚麻了，等一下，他在干嘛？看一下，偷看一下古灵。啊，库马到底有没有开台？啊，还是我们去看中华一番？好啦，我们去摩卡台吧，来玩麦块。好，直播接力，就你啦。嗯，怎么按内容？直播编辑制定新增储存。好啦，感谢各位啦，大家晚安咯，拜拜。